么是 ABC 分类法？ ABC 分类法又称为帕雷托分析法，也叫主次因素分析法，是项目管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事物在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从而有区别的确定管理方法的一种分析方法。由于它把被分析的对象分成 A、B、C 三类，所以又称为 ABC 分析法。它的基本原理在决定一个事物的众多因素中分清主次，识别出少数的但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和多数的但对事物影响较少的次要因素。